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。啊，我遇到异色的青生雪，这只应该是吧？哦，然后这个位置在那个大波湖的左边这边有一个小岛附近哦。那应该还有其他的地方就，看哪边好刷就找哪边。哦，抓起来了。这狗狗在叫，啊，不管了，没差了哈。哦，那个，我好像还没收到60只啊。诶，再撞一次。哦，那这个一样是刷60只加一色机运嘛。那我这次可能运气稍微好一点，还没到60只就遇到。哦，后面好像在吵架，不知道我的麦克风有没有收到。好卡哦，大波虎一点都没有优化，为什么会卡成这样？啊，刚好下雨啊！你那连眼睛都是绿色的，算动作。你的眼睛会闭起来？鱼有眼皮吗？你好像有。是鱼的眼皮，不是透明的，还是我搞错了？哦，异色青生雪，get 到的。那这个 而且还蛮麻烦的，是刚好遇到那个岛可以刷哦，不然这个大概要搞很久啊。哦，会逃，这个刚好有个小岛啊。诶，我是在哪边刷的？我想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对，那刚好。发现你的话会往上面冲，会往这边冲上来。哇！对，这次被阻止了，怎样？然后这边我试一下，好像有点可以野餐哦，所以这个岛也可以野餐。目前发现刷青生雪比较方便的小岛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方便的地方。我发现我又会直接冲上来了，但我这还没到60只啊！之前刷了好几个青生雪，大量出现都没遇到，就是运气稍微好一点。不然通常在海里面刷，可能被那个青生雪一直追杀哦。哦，大概这样，虽然效率也不是很好，但是它会排排队跑上来让你打。那看一下图鉴哦。就绿色的嘛，稍微有点明显，但是这只攻击欲望十分强烈，常常被它追杀这样。哦，那上一只的话是那个夏时鸟。OK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